马上就拉到群了，加油！杨妹儿，嗯，这我看二五百，满意吗？我晓得你只是去的目的，哎呀，我不去了，我陪他玩儿点厉害，你去嘛？走嘛。我去不恰当，你去一个人去就行，去嘛？那我去，我去看会儿，然后我过来。去，你本那么担心马世华语气，委婉点儿说轻点儿。我晓得，那我去了哈。好。哎呀，太棒了！你拿着你的裤子啦，毛豆就开玩。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哦，我听到我冒着你在白菜样样多的哈，哦，那时候喊我来催的，啊，不想喝的不想喝的呗，这边我给你拿着点八宝来，嗯，不错，要的。你干活那些都给饿了吗？要的。啊，你就开点来吃啊。对，你工程吃嗯，那个，养养的那儿嘛，白菜养养。但是他没有帮忙的。那你往一楼去啊。要的。要的。嗯。走嘛。我就晓得你多少好久发工资。我才晓得那种性格啦，这我比他好久发嘞。嗯。啊，没我说，啊打打我都去了嘛。去。啊。这里的嘛，对，这些钱嘛，这，嗯，吃大的呢，吃大的呢，哦，吃大的吃，他这炒菜的旅游呀，看，多得很，嗯，多得很，也是，嗯，我为身体好点了嘛，就不要喝酒，尽量的，因为本来就喝不得酒，是不是嘛？嗯，就是娘家大嫂牺牲的时候，都我爹爹喊我妈回去喊我表。他们不要喝酒，我喝了啊，我还那些啊，我又想喝了啊，俺们小辈辈喝两杯儿。两杯儿。嗯。尽量不要喝，尽量不要喝。要的。人家大嫂还是对你好噶。好。就是噻，之前我听他说你跟俺哥之前我打电话跟大哥。哦，哎呀，不该走了嘛，他是。哇，就是走当了，人家大嫂就有这点生气才走的，这就是。嗯。娘又没有说啥其他的，没说啥子嘛，五百，这个东西你要该断的时候要断嘛。既然都没得缘分，成为一家人的，是不是嘛，五百？就简直不要联系了，就你要珍惜眼前了。现在大嫂人家好好嘛，你生病了人家来照顾你，是不是？这是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走路要交接你，啥子都关心你，跟大哥的感情还是可以。人家大哥考虑到你身体不好噶。大哥都没有咋个说你，还有包括大嫂也是一样，哎，就说害怕你噶，一说凶了一气，气得不舒服的，所以说你还是考虑了，你看又弄好个儿媳妇，然后现在弄听话个儿子，儿子也弄听话的，你所以说有些东西还是要为他们考虑哈，我倒觉得，是不是嘛呗？哎呀，那天来打嘛，来打就跟我讲哈，我就说当初嘛对你好，我就来打我啊，然后后头我又该打去。就像我再怎么让我懒到的嘛，然后大嫂听到了，你就晓得呀，心里边好过嘛。哎呀，我一边呢，听到嘛，没听到嘛，那心里是有点不好过，但是啊，打都打了，但是不该打一样的嘛。哟，就是我呗，你现在我跟你说嘛，打我也是弄大岁数了，要嘛也是因为缘分问题，现在在成家立业，就好好的珍惜，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儿才可能没得这个地儿的。人家大嫂也还是不好。管他呢，这个家来走是那么正好了。都好了，哎呀，我现在我也不管了你，那还是好啊，这个当然，那还是肯定的噻，嗯，你生病人家还是，那还是没有，我也还不为我的。对，就是我的噻。但是我都不打。不要打了，那我就坚决不要打了。我坚决不打。对头。这只猫南门可能去不了几天就要回来的，到我去接大嫂去了的嘛。然后这只猫要回来了嘛，你就提前跟人打个电话噻，跟大嫂你就是你要好久回来，提前说，我整个鸡啥的等到你们，或者整个鸭子啥的等到你们回来吃，就过了这个事情就。要的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要的，走了五百。那你今天走了，跟你说这些，你不要生气。不得我。你不要气，往心头去。你不要觉得我，噶，我袒护了哪个？其实我并没有袒护哪个，人家确实是事实啊。人家大嫂，大哥对你还好好嘛，是吧？对，不管啥子都要珍惜眼前，是不是嘛？走。哎，电话来了。